哎呦，哎，怎么卡住了嘞？出力！哎呦喂，老兄，你还好吧？这下伤脑筋喽。先生，先生，请你帮我找一下文件好吗？听说下个月有人要升官，我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我。有可能就是这份机密文件。哎，文件柜要关好哦。啊，小姐，你关这么猛干嘛啦？哎呦！麻烦文件柜也帮我关好一下哦。哇哦，不会吧？没想到我居然可以隔山打牛的啦！ 老婆，你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啦、啊！哎呦，哎呀，真对不起啊，我忘了跟你说我有练气功了。